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同修及华人同修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这一节正式来讲解选择日课的要诀。好，有的选择日课，他用了阖家平安，有的用了全家不平安。比如说，我们要选安土地公，你选择的日子土地公来保佑你，有的是土地公来吃你。土地公他来吃猪人的呢，啊，有的来告猪人的，不同的。那么晓得吃猪人的，啊，比如说我们属水的，你选择的日子啊，属木的，你就吃猪人。啊，你是属水的，你选择的日子属金的，来过猪人，或是属于水的，和主人比合了，马起来过猪人。若是选的日子，我们要去克它，比如我是属羊，就属土，那么我选的日子属水。虽然我克他属于我，但是很累，足忝的，真忝。啊，若是啊，我属羊，选的日子合局、海马位、木局来克我的话，那么选的日子来假猪狼，他来吃我，吃定了。或是我属这个羊呢属土，好啦，选的日子属金，巳酉丑金局，那么我生出去呢变成马戏托利公，选的日子来假猪狼，这第一个大原则。所以我很怕你们叫我帮你们选日子，因为选日子呢啊，要用很长的时间。啊，你要我占卦卜一卜，我就算了，马上告诉你，很快。嘿，这不要又开始重新写通书，好吧？好了，我们选日有好多种。第一，修造、修理房子，啊，建造房子，建造我们的祖坟。修理我们的祖坟，也是修造，修造办公厅，修造工厂，也是修造。修理和建造叫做修造。啊，办公厅、工厂、公司等等，我们选日子要很小心呢。如果没有弄好的话，吃不完兜着走哎。入宅入出，入宅呢，我们也要选择入宅不冲山，不煞山，比如坐东向西，巳酉丑，啊，那个也好会三煞，我们不进门。那么我们现在一个一个谈，第一，董公选择日选择。要诀，董公的选择要诀，
好，那我这里已经帮人写好了，里面要做什么呢？好，里面做什么都很清清楚楚。好，你们按照这样做就可以了。那么怎么显华？怎么显华呢？我们来看，比如说一月份，啊，一月份，一月立春前一日为四绝日，立春前的一日为四绝日，啊，雨水立春后三煞在北方，寅月嘛，一月是寅，寅午戌煞北，立春后三煞在北方，亥子丑方忌修造动土，亥方、子方、丑方呢，都属于北方，忌修造动土。那么接下来这一月就见寅，寅日呢，就日月见，一月寅日是月见，好，那往翁盟不利起造，结婚纳财主家长病，好啊，招官司六十日，120日内损小口，一年内见重伤，百事不宜。所以元月份，凡是寅日就不可以用寅日，你一用了一定会发生。啊，以前我们一个亲戚，啊，他就修到房子要入人入宅嘛，啊，我说哎，这个日子不行哎，但是我们这个亲戚哎，他说没有关系的，我请南头某某人看了，这个日子不错。我说按照这本事都不可以，45天内会死翘翘哎，啊，不要啦，熬夜呢，哦，不要呢，结果38天呢，好，他在要吊个时钟，等个扣扣扣，哇嘞，死翘翘，好，去定那个要定时钟啊，定的那个定呢，啊就晕倒，都像一样，一样椅子掉下来，颠倒了，结果像死翘翘。还不到45天呢，你看，啊，师母当时呢，啊，师母说你怎么不跟他讲？我不能讲，我讲的话，因为原来他说地理师别其他的修好了，那我是按照这本书非常的不好，这本书里面董公贤呢，这个不好就不好了。第一次呢，我会用这本书呢，就以前。我去第一次拜访邱老先生，拜访邱老先生在苗栗，我去了一个老阿公啊，两对的阿公啊，第一个呢，好，他拿了结婚的日子给邱老先生看，邱老先生说，哇，我讲的不准，我冰起来你看，好，这个第一个，这个也横祸，死翘翘了，几天的横祸。哇，这个老阿公阿婆的哭哦，为什么哭？他的儿子啊，结婚在苗栗铜锣，以前有个铁道铁路啊，铜锣有个铁路，那个车子新娘车到铁路上熄火抛锚了，车子来火车来撞死了两个人，夫妻就撞死了，连司机也撞死了。嘿，很准呢！啊哈、啊，怎么办？邱老先生没有办法，死了就死了，以后你们选日要小心啦、啊！啊，死了死了，新娘新郎啊，还有司机，还有一个伴娘啊，也都死在车子里面，很可怜，很可怜。那等一下又换了一位，也是两人两个老人家，拿着日子给邱老先生看。你再换不行哎，这个会掉刀哎，会自缢哎，会自杀哎，不能用哦。他用了，又哭了。阿公啊，我靠啊，靠啥？他呢结婚了，新娘今天结婚了，明天早上起来了，自己用那个红丝巾绑着，死在床下。新娘，吼、哦，这本书呢？
哦，那当时邱老师用手写，手写的嘛。啊，我邱老师他不给我，我是缠了三年，他第三年常常带他去看呐、啊，怎么样那些啊，看朋友啦。啊，有一天晚上，啊，他的这本书，啊，他用抄的嘛，也给我回来了。啊，你回去看，你看好了。啊，还有一本呢，风水的立向的法则，立向学，啊，也给我了。好、啊，他是当时说你带回家，好、啊、晚上你可以看嘛。我知道他是在放水。那天晚上，哦，我这本就比较慢抄，我先抄那个啊立向学啊，24章的解学。后我抄到晚上，早上来也没有睡觉，拼命抄。我拿去9点多还拿给他了。啊，邱老师问说你抄完了没有？做拍写，我说抄完了，对不起啦，邱老先生，啊，因为我记不起来了。哦，他说我也抄来的，这有其师必有其徒。那么我抄的那一本呢？我的20项写，你们的师兄不知道哪位更高招，整本把它偷了落跑，也不必抄。我所以我的立向节就没有了，我就记在脑子里面嘛，记在脑子了。然后这一本呢，邱老先生做太好了啊，你知道很好，可以帮助很多人。他邱老先生说，我在试验你的人品，啊，观察你的人格，啊，你可以，我信得过，啊，所以你这一本呢，啊，董公贤则是要诀啊，要难呐、啊，啊，你的。你可以去抄一抄啊，以后可以传给别人啊，手传非人那也不好。那么我想一想还是不对，我就把它印了大量的广传，反正好事给大家嘛，啊，又不要把它占为私有啊，所以我这么印了很多给各位。这本书我印证太多哦，还像刚才那个月见。卯月卯日叫月见，那个60日120日里面灾殃一定到。那么寅日寅月啊，寅日那就月见嘛。好、啊、再来寅月啊，这个除啊，是除的啊，那个是另外一个法门的、啊、除卯日不宜起灶啊，婚姻患之60日内损家长，遭官司；25年内见兄家渐渐的冷退，啊、主兄弟不义，各业分散，啊，恶人相逢，生离死别。哦，啊，再来嘞，满这辰日，炎热的辰日，啊，天禄天劫，几八十几八劫，为天德。天罗有官司嘛，又云甲辰一夜混，甲辰日如果甲辰日虽有气却与戊辰同宫入中宫，煞入中宫，百事皆忌患之。主起哈、啊，主起手杀人退财，好、啊、会患好、啊、退财。大凶，啊，余辰也不吉，炎夜混，啊，所有辰日、卯日都不能用，啊，再来平四日，一月平四日，小红砂那个是名词啦，有朱雀高勾脚勾勾敌啦，四会是朱雀勾脚啊，到行星到周星，诶，高人刀就对啦。好、啊，患之主遭官司，损家长，好、啊、的宅女良妇，2、3、5年内重重不利，好、啊、破财大凶，田产不收，啊，这个六条都没形容，啊，不收蚕食，咱的人好害流产，啊，那自意被恶人克消。被恶人
好，剥夺上课，好，让我注意。南充人，你去看麦，明年将会搞啊，很快就到了，你们试看看，你们可以印证一下嘛。啊，以前我们一位师兄，他喜欢印证，有一天把他孩子印证死了，啊、哦，他呢就后悔，啊，他老婆骂他一辈子，好、啊，印证死了。玩笑还不懂，我们那没有多余的孩子，哎，也没有多余的老婆，也没有多余的老公，是不是？我们能够避免就避免，嘿。再来定五日，黄沙有黄楼紫檀，哇，大喜啊！天皇地皇啊，金银座楼啊，天堂月彩库储星盖造。好，以起灶安葬，以洗衣服啊，好，开张出行，好，婚姻六十日，120日内，好，进横财田产，或因户籍成家，户籍就土投资就户籍成家，啊，投资啊，大做大花，小做小花，主田产，好，大收获金银。库完，哎，一月份，凡是五日的话很好，一月份五日，那我看师兄有没有写对？哎呦，我目睭花花了，您现在目睭照好不？啊，94年，啊，94年。五日几号啊？啊，2月10号。啊啊，一月大嘛，国历一月大。哦，2月哦。哎呦，我都挂目镜了，无目镜袂使安尼。哦，立春，好，立春。啊，立春的寅月，你改印象设计了，我无看。2月15嘛，对不对？2月15，日子好不好？红了就好。你看，我们我叫它红的，你看红的红的，红的就好了。啊、哦，我想，石组长呢很辛苦啊，整理好久。好，哎，红字的多啊，黑字的就没用啊，啊，黑字的没用，啊，这个很简单，所以这本呢、啊，两本卖你300块太便宜，你跟他差价你得要开几百块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看这，我、哦、这反正红了，红了就好，啊都，不过哎，各位啊，各位啊，你们的文公尺不是红了就好哦。文公尺才一本才可以哦，红的一以贯最好不要用哦。啊，那好了，这个日子我们都选好了，好啊，所以这个董公选日啊，你们这会不会选？里面有这个五日就好啊，再来值位置，好，值位置。天劫有朱雀勾角，朱雀的四灰勾角勾勾顶，60日，120日，好，120日内损6处，好伤罗马，好罗马的车，你车也去用头壳呢？卡早有利亚嘛？咩？咱只换面子诶，不一样哦。啊，成恶疾，啊生癌，卡早无癌，只有癌。啊，成恶疾，好、啊，乙未煞吉中宫，乙未入出来的打击中宫不能修，煞如吉中宫，房子的正中央绝对不能动。好、啊，更忌起灶入宅，婚姻开张修整等事。好、啊、啦，再来3月，没生日1月。生隐身是月破，隐身是月破，
有知械勾脚招官司口舌啊，退生财啊，退生财的就谁啊啊，这个起不起来啊，三五年内见寡妇丑事，见寡妇老公死翘翘啊，老婆再改嫁安了脸啊，那啊，庚生日正是会更凶，庚生一夜混，反正以后碰到庚生日，罪也是大凶，大凶啦，啊，大凶，那就不能用。好，再来有一夜为的有日，有日辛酉正是会不宜用事，为丁酉有天德福星盖造，一夜混丁酉日可以。好，这天德盖造，福星盖造，宜安葬。啊，还还福愿，下面是愿还福愿。好，出行，出行开张，参观见贵吉，只不宜起灶，不宜起灶，即婚姻嫁娶等事，乃比合之日也。好，余有日均不可用，所以元月份的有日，我们最好不能用，只能丁有日。任何一年有元月份有丁有日才可以用，其他就不能用，好吧？一般的通师，一般的通师，农民历，农民历里面哦，元月份哪一天哦，元月份有没有看有没有丁有日？元月份有没有丁有？有没有丁卯？丁丑没有啦，有没有？元月份有没有？没有。啊，元月份没有丁酉日，所以元月份的丁酉日没有，其他日就都不能用了啦。按照算法，懂吧？再来，一月成戌日，啊，有天喜星，但是是帝王，也就是天的是帝王。啊，得梦诸事不宜，患之主家长病人口啊，不宜冷退。又云丙戌、戊戌啊、庚戌、壬戌煞入中宫，患之主手杀人啊，兄弟不宜啊，死别生离，犹记啊，犹记起灶婚姻入宅修造。那你们十二月按照这个方法去选，好，就没问题。